胖胖虎，贝贝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里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助你恢复健康。哦，吸管和网子，最近有好多的病人因为海洋垃圾而受伤，我们快来治疗他们吧，大家跟我进来吧。第一位病人乌龟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吸管突然飞向我，你的鼻子里卡了一根吸管，我不能呼吸，鼻子真的很痛。别担心，我马上就帮你拔出来。朋友们，一根丢进海洋的吸管卡进乌龟的鼻子里了，我们快点帮助乌龟，让它可以舒服的呼吸吧。忍耐一下，我要用钳子把吸管拔出来，可能会有点痛哦。我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乌龟，你做得非常好。现在我要治疗你鼻子里的伤口。为了看清楚黑暗的鼻孔里，没错，需要闪闪发光的手电筒。护士威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进入鼻子，出发！哦，听听这些可怕的笑声。我想有些细菌来自脏吸管，我们要用手电筒来找找细菌。我找到了一个细菌，我们来喷洒消毒剂，喷喷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细菌啊，它太强了，我要集中力量，然后喷喷喷。喷喷喷！哇吼！我们把所有的细菌都清除了。最后我会涂上药膏，这样你就不会留疤了。我会小心的涂抹在伤口上。好的，看起来很好。脏吸管嘟噜噜嘟噜，卡在乌龟嘟噜噜嘟噜鼻子里，嘟噜噜嘟噜拔出来了。我可以自由呼吸了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很担心，人们不断将垃圾丢进海洋，这种行为必须停止。好，下一位病人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被钓鱼钩钩伤了。看起来你的气受伤了。我动不了，而且真的很痛。它以前闪闪发光的那么美丽，不，请不要移动，我马上为你检查伤口。金鱼，我会用钳子无痛的把它拔出来，小心，慢慢的。耶，钓鱼钩取出来了。伤口很大，所以我得缝合一下被撕裂的部位。
就会有点痛了。哎呦！哟，你做得很棒，我现在要帮你包扎。你想用哪一种绷带？请给我闪闪发光的星星图案。哇，太酷了！钓鱼钩，嘟噜噜嘟噜，拔掉了，嘟噜噜嘟噜，金鱼鳍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们，真高兴治疗顺利完成了。朋友们，如果把像钓鱼钩这样尖锐的物品丢进海洋，动物朋友们会受伤的。没错，真的很痛。为了让海洋干净又安全，我们约定不要再把垃圾丢进大海里了。打勾勾喽！下一位病人，海豹。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因为这个网子，我无法呼吸。看起来你被网子缠住了。我无法呼吸，请帮帮我。急诊病人，快点！这是紧急情况，我们要用剪刀剪掉这个网子，这样海豹才可以呼吸。啊，我们成功了！海豹先生，星星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啊！紧急情况，心脏停止跳动了，护士。请拿来电击器，趁着电力充电时用力按压心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了，大家退后。电击，再来一次，电击。海豹醒来了，太好了！现在我会在网子造成的伤口上涂药膏，可能会有一点刺痛，轻轻的，每个地方。你做的真棒！缠绕的嘟噜噜嘟噜网子。嘟噜噜嘟噜，拔掉了！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哦，我差点就没命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那个网子差点造成一场大麻烦，真高兴你现在恢复健康了。大家，我很高兴你们都康复了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因为丢到大海里的垃圾而受伤。为了防止我们的朋友再次受伤，大家记得把垃圾丢进垃圾桶，好吗？打勾勾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fong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！立即免费体